boom！ 不了，大火没参兄弟，大火可以参一下啊。我们将治愈银河系的纷争，我们将治愈银河系的物质。等候等候嘛，明年我就，明年主播就露脸直播啊，明年五月六月份之后吧，我就露脸直播啊。聆听宇宙讲述的真理，好吗？我们来终结那个强盗。明年六月份之后就露脸直播。主播有很多活想给兄弟们展示展示，我有很多的活想给你们展示一下，兄弟们。对面是国服第一左翼吗？尊都家族，国服第一左翼，那我认真了呀。国服第一左翼也是跟主播一样吗？他冲第二个国一左翼了。Enemy double kill, ally slain. 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海克斯万用宝匣开始组装。这左翼还挺会压，还挺会操作的呀，这左翼。刚说你挺会操作的，你反手给我拉一头大的是吗？ W 打一套直接拉开，利用我们这个加速，利用我们摇的这个骰子加速直接拉开就行。 AQ， 我靠，差点卡平 A 了，这不他这把只要往前走他死了。三二一换位，一爷闪现 AQ 直接带走，直接当场拿下，简简单单啊，拿下对面国服第一左翼啊。对面是谁啊？日文打野，一刀不落，我要打破传说中的人车守恒定律，兄弟们。 OK， 一刀不落，完美，就是一个字，骗，知道吗？当我让他睡着，当我让他遇到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准备杀他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他肯定就会放松警惕的。 我俩是同步闪，这不还能再操，还能再杀他一波，他这不肯要 QR 了。新世纪的福音节，洛丽一 A 接 W 一个三 Q 接 A 接换位直接带走，看到没有？这波我都把他思路都，我都知道他这波怎么连造的，看到没有？学会了吗？这一波非常细节啊，知彼知己方能百战百胜啊。为什么这波能杀他？因为我们把他的思路还有招式已经预算，已经算到了。摇个骰子变小，不要跑。怎么变大了呀，设计师？我勒个骚缸啊！完了，走不掉了，太大了，兄弟们！走不动了，兄弟们，没买鞋子，对面二级鞋，跑不过他。哎呀，路人太大了，兄弟们，变成一个巨人，走路太费劲了，兄弟们。长话说得好，人大走得慢，人小跑得快，兄弟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小单腿啊，小单腿跑得很快。第二阶段没出幽，出巨蛇，这把不出幽梦啊，因为对面日本打野不出。不出巨蛇的，不出幽梦的，出巨蛇。左翼不见了，你们打完赶紧走，打不了就赶紧溜，别跟他打，兄弟，左翼过去你们都得死。是不会再控制我们了。上路可以来，上路可以来，等我，等我，别急，我再赶，我再赶。还有这一波，哎呀，打得好，兄弟，对面炸了呀。完美，兄弟们，这波炸了！哎呦，这个小法是一交的非常好，这个一，这一技能一下框对面两个，把对面两个都框懵了，兄弟。对面左翼这波马上就闪现了啊！我看这波他赶不赶过来操作我？好炮！但是他这波有个闪现啊，这波我们需要注意啊，需要注意是他有个闪现，他这波再敢 QR 一下，这波就把他秒了。应该这个人不会走，应该还会要吃一波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这波还在推他的线。A 一下换位直接带走。他觉得我这么秒不掉他，不好意思，我偏要秒给你看一下。捡个治疗的，走了。瑞文好像漏了 ，OK， 瑞文在漏，瑞文在这边。你们上路别打架，小龙刷新的前30秒不要打架好吗，兄弟？
哦，瑞文在上面，瑞文在上面，小法师快走吧，这个塔守不住就赶紧给了，别死是吧，兄弟啊！拿下路的小龙不要了，兄弟，土龙魂无所谓的，给了。心之钢杰斯，我的发，兄弟啊！别心之钢杰斯了，哥哥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双 Q 加双 E 加，睡着了，困了，兄弟。现在才几点钟啊？我那个骚刚已经开始睡着了。我方已击败自走炮台。嗯，哎呦我去，没 K 到兄弟，他就。Q 闪拉升位，直接来走。RWQ 闪拉升位，想秒我了弟，还是有点嫩啊兄弟啊。刀不锋利，妈太瘦，你拿什么跟我斗啊，哥们儿？这盲僧满血，过去救一下盲僧。走一躲泡泡。盲僧，伤害不够啊，最后再推一波线吧。他想反野呀，这左翼有个金身啊，大伙儿。A 加点火，那、啊、你死了呀？点火，点火 ，E 一下。这波不要交异技能压起身啊，直接交点火，兄弟，这波一定要交点火，大伙，为什么要交点火？因为他这波交闪现，他这波闪现跑的话，我点火照样能跟上。但是如果我异技能压起身，如果没压到的话，错失了，然后他直接交闪现跑路的话，这波就很亏啊，这波。所以说这波一定要交闪现压起身啊，一定要点火压起身，然后用异技能补伤害，那么这波他就走不掉了。不能是 E， 是点火起手。Q 换位直接带走，哟老弟，被我逮到了吧？你还吃上中线了？我跟你讲，现在的我很强啊，我这个装备，我这个时间段很强啊。这路边的狗来到我中路，我跟你讲，都得挨两下大嘴巴。再别说你个瑞文了，兄弟，来了直接就让你死，兄弟。让你感受一下我的伤害。直接刷他野怪就 OK 了，瓦豪也在，这波越不了，赶紧走，越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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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快走，兄弟，越不了，直接走，弹下来了，好踹，这波走了，你们继续推上路吧，一会儿我把中线过了，我可以帮你们的，你们继续推就行，嘴这波有闪的，三二一。嗯，可惜。点火 Q 死。游戏结束。直接 W 过去挂点火，他必死。瑞文这波可能会来找我。把 W 留屁后面直接走。这波就能确保瑞文抓不到我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思路知道吗？思路决定一切，手法决定未来。回家了，对面炸了，所以没闪，刚才没挂上啊，最后一下给他跑了。我在想，这波左翼有闪现，居然还能这么让，这么容易让我把 Q 技能打满。哎呦，但一看，哎呦，还是反应过来了，上上上，跟他打，跟他打，上上上。我很喜欢你的回头，兄弟。可惜差一点伤害，他出铁板了，不然他死了。这波，这波最好别越。左一在，左一在，左一在。哎，别，这波别打，把他上一塔推了就行。他们基本上守不住了，上一塔推了，这波回家直接看小龙，好吗，兄弟？我回家了，这波我们回家三件套，这小龙随便拿的，他根本接不了的。你们直接来就行了。这瑞文我随便秒瑞文的，左一没闪啊，左一没闪。左一没有闪现，但是他这波有金身，这波也是可以接的。我有巨蛇的，这就不用随便秒，不用怕，他这波可能给了。来拿增益 ，rush 呗，rush 龙呗。
你们绕完龙把上一塔推了，把上一塔推了，兄弟，把上路一塔推了。杰斯回家呗，杰斯传送门 传下去呗，下路一塔不保了，兄弟。三 Q 不出来，一脚踹过去，还有金身。下路我可以来，下路小法是框他，小法，小法是干他，小法我来了，小法你还挺会滑了，铁挺会滑的呀，哥哥滑的我差点都不认识你了，滑板鞋。左一刚才没放金身啊，左一，那么这波左一还是有金身的。宇宙讲述的真理，OK 打闪，哎，救我救我，完了哥们儿，这波真死了，兄弟狂打狂打 shit， 小法师你怎么又过去捡红 buff 去了，我操，完了这波还自己还没把对面框住，这小法师还是个人才，我去啊，人机小法师，快走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小法师你能不能别吃那个红 buff 呀，那红 buff 跟你辅助有什么关系啊，哥们德伦没有闪，德伦没有闪，德伦没有闪，能锤死他，兄弟还没有闪现的，为什么要心之钢杰斯呀，没伤害的呀，亲，把中线守一下，把中线守一下，守中路啊，兄弟，左一没金身没闪现，大龙看大龙，往大龙那边走，去大龙。不是我没 W 啊，哥们儿别 A 了，兄弟。守下中路，守下中路，小法师。你在装什么，兄弟？准备打大龙，盲僧复活开龙，复活开龙，复活开龙，开龙开龙了，开龙了，我回家了。你们都往龙这边走，让杰斯去吃伤害，让杰斯去扛，让杰斯去扛，杰斯很肉，杰斯很肉，不要让盲僧扛伤啊！千万别让盲僧扛伤，盲僧扛伤亏死了。还真让盲僧扛伤去了，我人傻了。看我屁股，看我屁股，我在他后面，我在他后面，这不我在绕，我在绕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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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能帮我踹他一脚吗？我操！我刚才有没有跟你讲，让盲僧不要让盲僧扛塔伤害呀？杰斯，你去扛伤害呀？咋的？中国话你听不懂吗？我去你的！看大龙。对面也是瑞文在扛伤害，我去，说实话，这你们这双方人都妈全是人才，给个眼，给个眼，拼惩戒，拼惩戒，拼惩戒 ，Q 下去，下太慢了，哥们儿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下太慢了，兄弟，盲僧，你的斩杀线是2000血啊，1500。到1500 Q 到等1500直接 Q 下去，二段 Q 加 E 成随便抢龙的，
不要等到一千滴血，一千滴血就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了，兄弟，记住了。这连自己的斩杀戒都不知道是多少，还玩还玩打野。我们将为宇宙展现他真正的潜力。蛟龙给了吧。治愈银河系的纷争。你还吃蓝？你吃毛蓝？来拿增益。玩都玩不明白，还吃上蓝了。这条龙不行就给这条龙。我建议这条龙不行就给。别死就行，这龙给了，别死，这不看中路，看中路这个德雷文啊，别死啊，这不，这龙给了，兄弟，这龙没用啊，兄弟，又三不了龙，盲伤，别拼成了，兄弟，把这个卡丽斯塔抓了，敌方卡丽斯塔失踪，看我一手把卡丽斯塔抓了。走了走了，别追！这卡丽塔死了，走走走，好，这波还可以走。他们这波拿大龙白拿的，不用管了，不用管了，兄弟，不用追了，吃线发育，补你们经济就 OK 了。来他蓝 buff， 来他蓝 buff， 你们都过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来他蓝 buff， 这波。走了，别追了。新世纪的福音将至。感觉左翼闪现好了呀。盛世不会再控制我们了。我在路上，来大龙盾人把中线过来，来大龙盾人啊，把上河先拿了，把上河先拿了，马松别逼，先拿上河。我在路上，我在路上，全部大残，全部大残，全部大残，对面双 C 全部大残，看我位置，抓卡丽斯塔也行。别急，瑞文也在，别怕别怕，他晚豪不在，晚豪不在的。嘴一这波回家了，嘴一这波回家了。哎呦，别急，别打龙，回家回家，这波先走，走了走了走了。你们打吧，你们打吧，你们打吧，能打赢你们自己打吧，我回守家了。这晚豪也是个人才，为什么不去六？别追了，别追了！若龙，别回家，若龙，小法！我靠，对面日文怎么还活着？先杀人，先杀人，先杀人，先杀人！别动龙，这不，来远古，来远古，来我这个位置，兄弟！这龙不好动，这龙不好动。能看我为什么你们两个？好秒，走了走了，秒了就走，秒了就走，这个位置有点尴尬，这个位置有点尴尬。好，这波抓龙，盲僧去抓龙，盲僧去抓龙，盲僧去抓龙。我方已击败远古之龙。嘣！大龙，大龙，盲僧，盲僧大龙，打完他们就结束了。双龙一拿，对面就可以上票了。你们直接打，你们直接打。
摸一下给大招落地耶，再来双 Q 回家，一个人去骑龙，小法师去骑龙中路一波了，小法师去骑龙一个人骑就行，然后中路就压中路就赢了，就压中路就赢了，还点着投降了兄弟，不是七杠五七杠四三杠八二杠四还点着投降了，老弟啊，还得是你们啊。有实力还喜欢点投降，还得是你们推塔就行了，这马豪是个人才，想断线兄弟，三二一压起身，呜一波拿下拿下兄弟，拿下！我都说了，又不是没有高手。老师发起投降。哈哈。难道我不去杀他吗？大哥，拉走，就背景窗位拉走，就这里，不是。我。哎，双标。拉走，拉走，你是背景窗位拉走，别急，反正双标被硬顶住，很钝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一样死。然后双标双杀，哎哎哎，拉走，拉走，拉走。